你将完全沦为我的掌中之物。想起灵儿，你做梦！今天我也把话撂这儿，达万集团待会儿制裁你，就是跪下来求我，也休想放过。臭卖鱼的，我太想看你怎么制裁我了。别理这个神经病卖鱼佬，走吧，竞标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过去吧。胡道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达万集团的制裁不是我们能承受得了的。怕什么，灵儿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信我的。嗯，欢迎各位莅临我们达万集团的竞标会，本次项目是由江北总督亲自点名支持的，因此要求非常严苛。经过我们甄别，首先要淘汰一批企业，下面念到名字的企业便是被淘汰出局的企业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淘汰了？这样，强盛集团、绿藤资本、龙腾集团、山王工业，在座的就是这次要和我们达万集团合作的合作商，除了一位特殊人物，